谢谢主席，我请教李部长。李部长请。哎，委员好。是这个对幼儿特别扣除额。扣除额是。这是在内政啊、卫生署啊、劳委会有考虑到年轻的或是劳动的这个朋友家庭要养育这个儿女是是要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有这样考量以后，财政部终于也了表心意，对不对？因为在整个政策如果去做配套嘛，所以刚才委员所指教从乐了表心意，对不对？那当然是尽可能的来做配合。艺术2亿3200万是你不会觉得太小气吗？应该也不会啦，因为政策配套不是只有专一的税这一个手段而已嘛，从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因应措施，你不会觉得反而这个因为定额的一个特别扣除是反而产生不同所得税集聚的一个逆分配，你有考虑到吗？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在里面，对，所以我们尽量的避免嘛。这是一个聊表心意，然后不精细不细腻的一个修法作为了应该不是啦，这个利益美好，我们尽可能的，但是为德不足，而且呢，当然太理想了，是不太可能达到专业呢草率，应该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目前呢财政混乱，也不是这个基本的心态跟基本的这个在你领导之下的是这个财政部的作为不要说是啦，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你应该据理力争啊，应该抗辩啊，所以我们以所得税来讲我们这一套所得税法，是当时这个中央研究院经济院士刘大中是吧？是，搞到现在嘛，对不对？修了很多次了，修很多次啊，但是都是枝枝节节啊。整个系统没有做核心价值跟应有的这个财政重分配功能的一个，因为税在财政分配的功能上基本上它是只是一个有限的功能，重要的还是从所得的增加才有效果那请你当经济部长好了。没有，就政府一体的你财政部长怎么去帮人家所得增加？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请你当经济部长。没有了，我们今天这个马英九如果这个侥幸连任的话，请你当经济部长。没有，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好，我这个严肃的讲我们现在应该对这个所得税制根据我们作为一个已经进步的国家进步的社会是然后这个民主化以后要包括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比30年前40年前已经有这个更复杂更严更这个重大的一个改变以后是没有错，确实我们应该的样子，应该整体应该整体改造是是，应该整体改造、这个事实上过去多年也做这样的处理，配合产创的调整。第一个是对你现在不管这个公平不公平了有没有逆分配了你只要是提出的一个特别扣除一定有总体会有减税效果嘛、这个、对一定有的，那这个减税效果对你财政的对你这个国库的收入就有影响当然 是那你是不是应该同时考虑是对负责加税嘛是，所以同样在所得税系统来对你这边对这个弱者对穷对这个低收入者对对弱者低收入者不见得弱者不见得是低收入低收入者了对弱者对低收入弱者跟低收入者减税的时候你应该对上层的这个负责有钱的人没有错来征税，为什么这不是报复是这是社会正义没有错，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很明显的走入一个长期严重的一个贫富悬殊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继续恶化，反倒改善了很严重所以对负责的加税是必要的。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你看
你看世界这个利率啊，都在零利率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因为我们国民的储蓄率还高，哈、哦，这个时候呢，还是在这个，哈、哦，把中央银行还是在配合哦，不让这个利率呢降到一个。一个零的接近零的、啊、是啊，所以过去我们也采行一些措施嘛，就朝您刚刚所讲的，对着所得高的人哈，这个你几乎做不到，已经有做一些啦、为了选举考量，所以这个立法不是所得哦，所得结构所得税结构改造的一个立法，当然不是这个目的，选前这个目的讨好的一个立法，但讨好比不讨好好啦，不是啦，我想我们今天的思维呢、我是认为说为德不足、更积极要更深入，要更细腻，当然这个要更公平，可以再来精进嘛、再来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考虑到负所得税这里跟委员爸爸身上在所得税的变革之中，它是点点滴滴、我包括几个数字您参考一下、在所得税为了社会公平，为了经济发展，有101项减免，在所得税从免税扣除有16种，它就是因应社会发展社会的这个均衡来做处理。这个有所得就要缴税，是没有错，报了税这个符合课税标准，没有错，就要缴税，是是。但是呢，在这个低收入的这个族群里面，所以我们尽量降低低收入所得的这个族群里面他根本就是民不聊生他就三餐不济你照顾不到我们尽量从税的角度做处理我们所得税本身既有累进税是的这个从所得重分配我们那个税率有调降的时候，美国已经实施几十年了搞不好百年了有100年历史负所得税你申报所得结果你没有达到标准符合一个低的一个标准规定的时候，他反而再补税给你，不是退税补这个不是这个两年我们也有做补这个补偿给你的所得的补贴制度就是补贴给你的补偿给你的，所以年轻人他愿意报税他虽然这个打零工等等他愿意报税那你就掌握了税籍资料就追踪这个人他不可能永远穷嘛。他穷人刚毕业的时候可能打零工可能所得只有一年呢只有几万块当然慢慢的你掌握他的税籍资料这就是养税这个养税有积极养税的功能没有错所以这个负所得税也希望如果这个不管下一任的总统是谁在这边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跟精神环境配套就可以来做后是负所得税绝对比发消费券好得多嘛你说是不是公平的多、这个、正义的多有效的多积极的多应该不一样对不对而且没有副作用目的不一样目的不同目的不同完全消费券不一样消费券是一个你是3600你是3600张忠谋3600郭台铭3600那目的不一样然后这个如果鼓励这个低收入的好好报税没有达到这个课税标准而且符合这个退这个补贴标准的时候你就负所得税给他最好是创造工作机会啦一年不会多少钱嘛结果你弄的这个800多亿要去搞消费券消费券是台湾财政史上经济史上一个政府治理一个很严重的瑕疵不对绝对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瑕疵绝对不是这样子这个可以证明很多国家也做这个事情它是完全短期刺激经济所以世界在沉沦所以国际在乱都是出这些政客乱搞不对不对明明已经所得分配那么悬殊了这个富贫富悬殊那么严重了你还通通有奖大家都给他发红包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给他发红包这个我一再讲因为有些人就错到底有些人就错到底然后积灰成市嘿好像是功德一件那错就错这个严重的瑕疵不同的角度历史的污点不同的角度让台湾的贫富悬殊在这个时候呢水上加霜现在是比以前要好而且这个新的政府向人民表态说我就不管你们贫富悬殊我就是通通讨好说通通讨好的时候就财政恶化结构恶化不见得相符贫富更悬殊跟事实不符你不用辩护了因为这些跟总统这个谁当选不当选的因素影响有限我们讲事实因为大部分人不了解嘛拿到红包都很高兴拿到红包都很高兴有钱没钱拿到红包都高兴所以呢社会就不明了所以呢这个真理就变成我的经济条件有这样的措施所以我现在我是赞成这个特这个
幼儿的这个特别扣除额，谢谢谢谢。然后希望呢，他也要在这个定额产生的一个扭曲，好、哦，能够有一个修正，是有个修正在，在不同机器上给他不同的一个啊、哦、一个金额哈、哦，比如说这个税率符合12%的。好，符合这个20%的，符合40%的，好，你给他一个不同的，啊，不同的一个，啊，一个差额待遇的哈。就觉得整个注税制度，尤其所得税制度的问题，是是。好，然后这个报端呢、啊、提过，啊，这个台酒啊，啊，拿糯米来混小米来酿小米酒。这个你跟他改正没有？你要求他改正没有？哦，事实上，任何的酒啊，价格差好几倍啊，不是任何的酒，它都是混的，都配的，只是它里面的成分多少不一样，哎、所以有不同的东西嘛。那你要说明清楚啊，你要标示清楚啊。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要标示清楚它里面有、啊，你没有标示啊，它里面应该都有、啊。混10%也是混，混20%也是混，用它的原料的是混配方不同嘛。哦，难怪品质 QC 呢还不稳定。哎，哦，所以呢市场呢这个每个业者它不同的配方、哦、不同的风味啊、不同的品牌啊，哦，这、就是、不是跟你在。在聊天呢，是，这是有数据的，这是有证据的，就是有事实的。是，所以我提出来，你应该从善如流，严格要求，哦，绝对要这个有品质管制，绝对要有消费者，所以我们先优良品质认证嘛，这个主权应有的一个尊重，所以信息，哦，你信息要透明，要充分，那当然，所以要标示，哦，产品要标示，而且应该改进的哈，是，要改进。谢谢，我时间到了吗？已经超过很久了，可以了好，再给我一分钟好不好？好，因为大家在，因为后面等的人多了。好，来，老公，好了，谢谢谢谢，我支持你那个修法了。谢谢。其实啊，我在当立委那个时候，哦，那一现行的就是我修的了。OK， 对，我们一起来，一起来，等一下，留下一起来。好，谢谢徐委员的。